我的图啊，特别好，这是从前的造型，这是早期造型，这是晚期造型，晚期，这是中期造型。噗噗，这个是第一季，这个是跳舞，这个是主题曲啊，对，这个是什么来着？我也不记得了。这个是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运动少年胡一心。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安琪，那我呢？就是这是第三季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是第四季的时候，这是第三季的时候，这个是第五季的时候，yeah. 还有这个第三季的时候卡丁车，然后有马吃浅田随缘美蛙。马吃什么？马。马吃，美蛙，糖，可甜，美蛙。这个第一，这是第一季的狼人杀，对，然后这是第二季的何素，应该是，也是穿着要跳舞的服装。然后这是第三季的剧本杀里面的掏腰包，然后这是第四季寻宝，应该是这是一拳五百想要成为 rap star 吗？听说你做饭喜欢放很多葡萄，就随便就变成了菠萝哥，想要成为 rap star 吗？帅了帅了。这个来看，这个奇罗好像人物很多呀，好多人啊，很多呀，他怎么这么多？你自己 P 的吧？是自己抠的图。这个是第四季在光明村的时候，然后这是在莲花村，然后这个是第一季，这是第二季收官的时候我们吃火锅那一次，然后这个是第二季我们查甄红那个，这是第三季玩阿瓦隆的时候，阿瓦隆的时候，然后对第四季光明村，然后莲花村，抠图抠得好。哇，这个是 JY 是狼人啊，那一场经典的名场面，经典的名场面。他是一个狼人，他查杀我，你退不退水？我问 JY 你退不退水，我是不是疯了？哟 ，JY 是狼人，贴脸名场面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早上起来，阿瓦隆，早起游戏，阿瓦隆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石凯和文涛赢了，然后把大家骗得团团转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就是我们第二季嘛，第二季，是唐练习嘛。啊，谈恋爱。然后这个是上一季第五季，回来的时候，回归的时候，厉害，来排，对，肯定又裂开了。我这个，我的就是那个是什么？好帅啊，黑色的。这个是第四季的时候，也是我最瘦的时候，颜值巅峰。你看第五季就开始胖了。对。我已经发现好哪些可以带回家的了，冰箱贴。那是泡菜，泡菜的，又不是我的吗？我何大律师保不齐，这名字都出现了。想要成为 rap star 吗？ rap star 只是一个狼的世界，而你只是一只羊。阿婆，名言。这是我前几季前就献给院长的祝福语。那个院长，你可要记住啊！单人大床房伺候。房间都还没看呢。啊，对。